看它的吃法跟外面教的不一样，要加盐，因为这个是他自创的，啊、没有老师。那、嗯、谁要吃玉米粥？阿弟呀，啊，你要吃玉米。为什么我们原住民会去猎？它是有原因的。其实我们根本……哦，没有了，等一下，啊，没有这样。其实啊，我们根本不是，爱好战斗的一个民族，只是人家侵犯了我们的土地，啊，抢走了我们的土地，把我们从平地一直赶到山上。当然了，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土地，才会起来反抗，那个叫反抗啊、哦，才会去猎杀，是这样的啊、哦。其实我们阿美族的人非常的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，没有心机，忠厚老实，也不去骗啊、哦，这都是我们本来的性质。是在过去的时候，泰鲁格族。有汉人，有这个布农族、台湾族，互相在相抢土地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，才会去起来反抗，所以才有这一首歌。说到这里，我又要喝一杯了。加油！